先生你好。哎。Hello。Hello。派出所。啊，那我要送他回去。对啊，你们知道在哪里吗？泸州。搭捷运站。救护车有来看他的身体状况都可以啊，只是那时候比较虚弱倒下来。哎，拍谁的？不会啊。不会的。啊，泸州分局啊，三名所警员啊，朱家全啊，于十日啊执行巡逻勤务时啊，在泸州捷运站一号出口见老王身体不适啊，倒卧在地啊，立即上前关心啊。经救护人检视身体表征无大碍，后由民警协助老王返家。泸州分局三名所所长王明堂呼吁啊，警察为民众服务啊，精神永远不停歇。若有急需急难救助情形，可拨打110或119请求协助。